很紧张，其实，然后我想讲的是，因为大家近况最近前阵子近况不太好，然后因为自从我昨天出现之后，那个气氛有点慢慢起来，所以，所以我是想讲说了，大家都是一份子嘛，就我们就凝一股绳子嘛，然后尽一份力了，然后拼一条。很有决心的那条心嘛，然后共享一个梦，然后去圆一个梦啊。那个梦是什么？就是今年的总冠军。然后最后，因为我们穿的都是兄弟的衣服，然后是想讲说兄弟齐心，因为下一句大家都知道，所以阿坤下一句是什么？齐力断金。错，我爱短金。情人节过了，情人节过了，离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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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秒，差一点，真的没准备吗？剪后面那一幕，真的没准备吗？其实有准备了，没准备是要再讲一次哎，兄弟来画几下来，去啊！直接第一名，一上来直接第一名。等了一整个上半季了，他等了一整个上半季，终于等到了。明姐应该没看吧？这个要剪到那个片头那边了，到了。你给讲出来，我老婆是应该还好吧？老婆在那边看了就短镜。遵守哦。第一，禁止携带及燃放鞭炮和烟火。